分享一句名言，信仰是人生的动力之源。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，信仰是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逆境时所依赖的力量和动力源泉，它激励人们迎难而上，坚持不懈，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。希望大家喜欢以上信仰是人生的动力之源的名言分享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分享，那么请记得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佛法与名言的分享。订阅后，你将会得到最新的视频和资讯，也能为我们的分享提供最大的动力和鼓励。感谢您的支持，祝愿您平安幸福，请大家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我。